根据这个是我的宠物的这个理论来讲，我觉得这个我要是使用的话，可能会获得一个新的宠物。这什么？我去，这个宠物感觉比那个厉害多了。这叫死亡之虫 ，YF 的死亡之虫。我们只能召唤一个吧？哇，两个可以同时召唤。哇，这两星，这个五星，那你就禁用吧。我把它禁用了，兄弟们，它现在回到我的背包里了。而死亡之虫，我要带着它走。先把它禁用。先看一下它的属性啊，生命值40，然后经验值还没升级 ，PVP 否，给它 PVP 试就行了。一会儿可以带着它瞬移。我的天，这个宠物太猛了！召唤，跟随，然后游荡就别游荡了。这个主动是什么呢？防守哦，防守变成主动，来去试试它的实力，兄弟们。回到刚才咱们来的这个地方。他应该能被直接召唤过来吧，我要把他瞬移过来。算了，手动召唤，他没过来。啊，快出来快出来，应该已经出来了吧。哎，我的蠕虫呢？我的蠕虫在哪里？召唤，哎，出来了，吼吼吼吼！他现在应该不是防守吧？我看一下啊，主动 ，PVP 是，所以你到时候打呀，哥，他不会打吗？别打我的虫子，我好强的僵尸，这啥呀？这是啊，这僵尸什么？僵尸暴君，僵尸暴君被苦力怕干掉了，好惨，好惨一个僵尸暴君。兄弟们，喜欢这个系列的小伙伴们可以点赞关注。我是叶枫啊，每天六更。这什么东西？古力帕在这里是强者，我看出来了。这是刚才咱们来过的地方，这大房子是刚才咱们打 boss 的地方，也是算是来过了。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大房子没去过。这蠕虫咋还蹲这儿了？不跟着我走，啥意思？防守被动，坐下，跟随，主动，防守。对呀，皮皮佛，你干嘛呢？他有点蠢呢，怎么感觉？这边不会又是个 boss 吧？哦，还好不是 boss。哟哟哟哟哟，这是一个亚种的一个地狱守护者，地穴守护者。我的剑好像很高的等级了，六级。这边全是刷怪龙。没有箱子，没兴趣。能不能下去？这不是通往下一层的路啊！哦，我好像看见通往下一层的路了。先吃俩面包。啊，我的蠕虫跟过来了。这啥呀？打他！我蠕虫不会打，兄弟们。看来还得多打点 boss。这个蠕虫也是一个不会打的 boss， 不会打的一个怪啊。这种宠物咱们要它没有任何用。现在我们要去下一层，下一层可能还有一个 boss。可能叫遮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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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不是这儿吗？那我直接挖下去了。还用你给我找路？咱直接往下挖。哎，兄弟们，我挖进来了！我去，我走错了吧？哎呦，这是我要去的地方吗？感觉有点不太像啊。没事，兄弟们，我现在防御力都变这么高了，虽然不是满防，我觉得我与他也是有一战之力的。打不到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打到了，打到了，打到了！给我疯狂的干！我有百分比伤害，没准我一刀就能打出个致命伤害来，165，我可以的，兄弟们，我可以的，我可以的，干掉了，我干掉他了，兄弟们！哦，天哪，这么多钻石，这种 boss 打起来真的是太过瘾了，兄弟们，太过瘾了！一个地牢三个 boss， 我一个没浪费，全部击败，看来我又要得新宠物了。boss 都打了，你们这些小怪在造词，再造词，我看看，头盔升级了吗？头盔三级，这个三级，鞋子四级，可是这鞋子太垃圾了，我真的不想升它的级，你知道吗？好像得了个高级战利品袋，石头先扔一下，这也不要，楼布也不要，海晶碎片不要，但碎片那玩意儿可以去找东西，你干嘛？巨型三裂植物，只能说这是个小垃圾，蘑菇先扔一下啊，小蘑菇。我们对小蘑菇这种东西不感兴趣，那边有很多的箱子，我对那边很感兴趣。 boss 已经打完了，我对小怪不感兴趣，兄弟，和平一下啊，要不然怪太多了。
这种和平大家应该不会有意见吧？我去，这种和平有人要是能说出个一二三四五，我真的是我对你无语啊，因为太卡了。先把这点有用的破烂往上传一传。六十个钻石，哥你没闹吧？那一个 boss 值六十个钻石吗？那么垃圾？好吧，其实是我的小铁剑太厉害了，叶枫的无敌小铁剑。这不会是那个龙的宠物吧？有可能。先不管这个，先看看这是什么，战利品袋。得了一把稿子，这稿子怎么好像还带等级啊？伤害三，等级一，他有钻石稿厉害吗？我感觉稍微差点。